When you call me, it's like on a call. I hear it running through my blood. If I'm feeling it, then I don't stand a chanc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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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en you call me, it's like an echo. I hear it running through my blood. If you feel it, then I don't stand a chanc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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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那目前我已经把 Wireless Go 已经接上去了。那目前我们使用的就是它的自带的收音麦。那我们来测试听听看它现在的收音效果是如何。目前我是把它的收音大小呢开成是最小的。那因为我习惯使用最小的收音来收音，看看它的收音效果 O 不 OK。那我们同时也来测试一下它装上 mini MINE 的声音效果是如何，比较看看有什么不同。好，目前我现在已经是装上那个 mini MINE 了，那这个就是它目前声音的效果。那我们比较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你们自行比较听听看。那我们现在呢，再换上另外一个，也就是上一代的收音系统，让大家看看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好了，目前现在就是已经装上上一代的收音系统，那我们看看跟前两者比较，看看这个收音的音质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又把它换成原来的 Wireless Go 的原本附带的收音麦。那我们现在再来做一点别的测试。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防风效果是如何。那我们的左手边呢有一个电风扇，那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它的防风效果是如何。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防风效果。那我们不直接把收音麦对着电风扇，那我们用侧边来试试看它的那个收音效果是如何。因为目前我也听不到它的收音效果是如何。那我们现在再为它加装挡风毛罩，看看它的效果会不会好一点。目前呢就是有挡风毛罩的情形之下，那我们再把它的风量再开大一点。现在这个风量呢是小，那我们把它切到中。好，我们再把它切到大。那一般海边的强大的风力下呢，大概应该也就是这种情形。好，这个效果如何呢？想必你们心里都有一个评断。那我们再把电风扇关掉。我不想关啊，有点热。好的，它的挡风效果呢，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点点的测试。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项目，也就是它的持续的使用时间。那官方呢公布呢是7个小时。那我测试呢，我没有真的测到7个小时，但是也真的5、6个小时的使用时间呢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一般也不会用这么久，尤其它是可以一边使用又一边充电的。那相比上一代的收音系统呢，它这个是使用3号电池的2颗，它的耗电呢其实也是蛮快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可能就要换一次电池了。而且它的体积又这么大，非常的不方便。那相比新一代的这个 Wireless Go 呢，它可以用到5、6个小时，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够了。而且又可以一边使用一边充电，那我们可以随身携带行动电源来为它做充电。这个可能有点大，那想必各位手边应该的都是比较小的。那大家比较小型的行动电源呢，可以直接放在身上，然后再顺便为它做充电。那我这种比较大型的呢，可能就是一定要拿下来再做充电。那我们目前呢，就是试试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边使用一边充电。好，我现在已经为它接上了行动电源。那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在一边使用一边充电的状况下来做录音或者是录视频、录影片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再来谈谈它的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它的收音的距离。它的官方数据呢，它是号称可以到70公尺。那就我来讲呢，以这么一个小巧的专为 Vlog 开发的一个收音系统呢，你应该不太可能会用到70公尺，因为我们在拍一些旅游视频啊，或是一些 Vlog 呢，都会放在身上手边处。那可能就是随身携带的，很少会超过10公尺以上。要去做这种收音距离的测试呢，我觉得可能是脑袋有洞才会去做这种测试。现在我们来做 Wireless Go 的传输距离的测试，它号称有60公尺。那我们现在来做实际测试，它到底能到达多少公尺？那我们首先呢，先把标尺把它归零。那在传输的过程中呢，我会放歌来确认它的传输是不是会中断。那我们现在开始做测试。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脑子有动的去为它做了一个收音的极限测试，那不止超过了官方公布的70公尺，那更是到了150公尺。那它是不是可以到达200公尺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虽然它是在一个非常空旷、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形下，那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厉害。那罗德呢，不愧是 一个非常让人可以信任的一家制造公司。那它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呢，可以同时8台运作。当然，它的意思不是可以1对8这样子收音，是同时8对收音系统这样子收音。等于说，它在同一个空间有8个频道可以做收音。它的使用呢也非常的广泛，不只可以当无线收音系统放在身上，那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运用，就看你们去发掘。那比如说，它可以在稳定器上面做使用，那也可以搭配这种指向性麦克风来做使用。两种结合呢之后呢，就变成指向无线收音系统。那它呢也可以搭配罗德本身开发的一个小配件，那我们呢只要把它粘在身上。 我们只要像这样子把它粘在身上，它就变成一个隐形式的收音麦克风。当然，如果你有在做直播的话，也可以用在一些收音的设备上面。我们呢，只要把它接在设备上，它就变成一个无线的 所以买成本上呢也非常低，那我购买的价格呢是6900，这算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一个无线收音系统。那如果你购买比较多数量，就比如说它最多可以到8个，我们就可以同时收8个人的声音进来。那可能你的调音设备呢就要同时容纳8个的能力。那我像我这个呢只能同时容纳2个，一个呢是属于 Wireless Go， 那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麦克风系统。 这个有非常多的搭配啦，看你们去怎么做使用啦。那以我来讲呢，它这个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小巧。你把它放在相机上呢，它不会太抢眼，而且可以搭配稳定器来使用，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备。那只是呢，在使用上呢，发觉有三个问题，就是你在传输的时候呢，你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遮挡物。那就像刚才测试影片的最后一段呢，我只要一转身，它的收音呢立刻被挡住了，没办法传过来。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收音系统之间呢，不要有任何的遮挡物，不然声音可能会被盖住。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这个夹子。 虽然是匹配热靴的，但是它没办法转。那比如说呢，我把它夹在身上，收音麦呢就变成是指向这一边了，它就没办法朝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我必须要搭配的这个mini MINE做使用，我才有办法非常准确的录到我的自己的一个声音。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这个。 屏幕的亮度真的是有点不够了。那其实这个我是觉得还好，可以克服，因为我们只有在刚开始开机的时候会稍微观察一下，或者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观看它的电量的时候会稍微查看一下。那其他时间通常不会一直看，我觉得这个是还好了。那如果能再亮一点的话，那会更好。 那我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期望啦，就是说它可以增加一个监听孔，那我可以有时候可以稍微监听一下，看它的收音效果是不是 OK 啊？因为目前这个没有监听孔，有时候呢会让我有一点小麻烦，那我就必须一定要透过相机或者是监视荧幕上的监听孔来听，看看我的收音是不是有问题。那我有时候确实。 有需要用到这样子的监听孔，那如果有的话，会减少我蛮多的问题，因为它外观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接口。那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它这个 Wireless Go 开发的这样的产品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比上一代这种比较大型的一个收音设备呢，真的是好太多了。而且像我平常在拍摄一些视频的时候，会在外面。那如果像上一代那么大型的一个收音设备在相机上呢，会非常引来路人的一些关注啊。那如果像改成这种小巧的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你。 那你可以比较安静的去拍摄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啊。那如果你平常有在做一些旅游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vlog 拍摄的话，我是非常建议你购买 Wireless Go 这个收音设备的，因为它真的是蛮好用的，而且可以像这样子非常方便的隐藏在身上去做一些视频的拍摄，不会引来别人的太过于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大概就到这边了。那如果你有喜欢我的视频呢，那麻烦这边帮我做一下订阅。那我的影片如果有更新的话呢，就会随时通知你。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